大家好，我是龙女之僧。前两期视频呢，咱们说了说水里的节肢动物，其中就包括最进步的大螃蟹。有观众可能会好奇，蜘蛛和螃蟹都是八条腿，它们关系近吗？它们的关系不但不近，可以说是相当远了。因为蜘蛛实际上全身只有六对腿，你可能觉得，哎，这也不少啊。节肢动物的腿呀，严谨一点叫做腹肢，解释一下就是躯干以外可动的突出部位。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螃蟹，螃蟹是一种特殊的虾，一只完整的虾有口器三对，胸部腹肢八对，腹部六对，全身一共十九对腹肢。因为它们的嘴巴呀，就是一个可以蠕动的开口，只能喝果汁，只好把第一对腹肢变成了钳子。这个钳子呢是这样生成的，倒数第二节的外骨骼伸出来一部分，和最后一节呢相互咬合，就形成了钳子。这个第一对钳子叫做螯肢，螯肢动物亚门也因此而得名。这两个钳子呢，毕竟效率太低，所以吃植物啊难度很高。但是螯肢动物亚门里的猪形纲，它们登陆很早，可以轻松对付干燥环境。吃不了植物，我吃肉不就完了吗？往动物体内吐点消化液，再把它们化成脓水一吸就行。而且它们有着先手优势，其他动物一上来就被它们啃。猪形纲里的大部分非寄生物种就走向了世世代代的杀手之道。因为这些物种的共通性，我对这些掠食者所在的木啊制造了属性面板，分为物理攻击、速度和运动能力的机动性、感官的敏锐、魔法毒素伤害、防御力及护甲值，以及最重要的生存能力进行打分。这期让我们换个风格，直接开始正题。首先出场的呢是无边木，俗称边蛛。哎，大家一看，这不就是个蜘蛛吗？注意看，它嘴巴附近牙一样的东西呢，就是螯肢了。而第二对足如同胳膊一样，叫做须肢，末端具有锋利的尖齿。它们攻击时采用的是静止不动的伏击式，把须肢迅速伸出，就可以把猎物勾到嘴边，然后吸食掉猎物。对于皮肤娇嫩的两栖动物和小蜥蜴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啊！到了第三对腹肢，又细又长。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很多节肢动物都有复眼，不少人可能认为复眼看到的是无数个小画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双镜头，对不对？其实昆虫复眼上的每个单眼就相当于一个像素，眼睛多看东西才清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能有个1:14×256分辨率，这就是超强视力了。虽然画质不怎么地吧，但它的刷新率高啊，我们人看24帧就觉得很流畅了，昆虫一看卡得跟 PPT 似的。因为它们的刷新率是我们的10倍，所以它们有两颗1:14P240赫兹的镜头。可是猪形纲登陆的时候条件太过艰苦，陆地又没啥敌人，就把这俩电影机给丢了。哎，差不多呢就成了一个瞎子，只能感觉哎，这里暗了一下好像有人来了，这里明了一下好像天亮了。看不见的动物啊也挺多，你点触觉不就完了？瞎说呀，我们有两对触角。昆虫说我有一对触角。只见人群中钻出一个光头，原来是螯肢动物，它一个触角都没有，然后瞎又没有触角，只能改进第一步足，也就是第三对腹肢当做盲杖。这对被称作触肢的腿能使自己的感觉距离提高1倍，最大的一种两个感觉足展开足有70厘米长，当然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瘦长的结构，所以体重也不大，结构这么单薄，防御力呢自然也不太高。不过它们的腿是可以自切逃生的，经过多次蜕皮呢还可以长出来，只不过成年之后呢不能蜕皮，也就失去了这种功能。力气呢也不是很大，只能捕杀一些比较小的猎物，对环境的要求也是蛮苛刻的，喜欢富饶的雨林。中国只有台湾有格氏蟹边蛛之类的物种存在。有意思的是，在漆黑的洞穴里，边蛛的生态位就很高，所以边蛛的评分攻击是 B， 机动性 B 加，感官 B， 毒素因为没有毒给个 C， 防御 C， 物种数量只有150来种，分母较少，生存 C。 有边牧，哎，这一看不是蜘蛛吗？又一看像是蝎子，其实它叫边蝎，是一类独立物种。它们的须肢呢看起来有点像钳子，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并不是钳子，而是外骨骼内侧凸起的尖刺，当它收紧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个拳头的形状。短粗的须肢能够爆发出很强的力量，当它们觅食的时候同样会使用细长的第一对步足向前探路，锁定猎物后就会扑过去紧紧抱住猎物，并挤压它们柔弱的身体，然后用螯肢就能啃死敌人。对于皮肤柔弱的蛤蟆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啊。除了强大的力量和触肢带来的感官，边蝎还有个外号叫做触蝎，它们有个鞭状的尾巴，腹部的腺体可以喷射乙酸，射程达到体长的4倍，喷完之后会有很强烈的触味，虽然对人来说没啥，但对于小型动物来说被滋一次也是非常刺痛的。有句话叫做天赋不够努力来凑，没有昆虫变态的繁殖能力和肆无忌惮的啃食能力，猪形纲对后代的抚养呢非常的用心。雌边蝎会把卵粘在自己的腹部，不吃不喝一直照顾它们，等卵孵化后呢就把孩子背在背上，幼崽离开母体后要花费4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总体来看，边蝎是一个很稳很均衡的物种，
肌肉发达，身体也蛮结实的嘛。而且化学武器也给予了他一定的自卫能力，所以得分攻击 A 减，机动性 B， 感知 B， 毒素 B， 防御 B。生存的话，编写只有100多种，但数量比较多，在中国南方比较常见，给个币吧。蝎目，也就是我们说的蝎子，大家看它的身体比较长，这是一类相对原始性状的体现。实际上，蝎子的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在自留地的时候就出现了。蝎子身体后方啊有一个类似尾巴的部分，但这个呢其实不是它的尾巴，真正的尾巴只有脊椎动物才有，这其实是它延长的腹部，而它们的肛门其实也在身体的末端。也就是说，蝎子能够表演死到临头和倒立拉屎的。蝎子的尾巴呀，还有额外的攻击武器蛰针，这种用尾巴攻击的方式，早在奥陶纪的羽翅后身上就有体现了。而蝎子的尾巴不但有物理攻击，还有毒腺可以进行魔法攻击。所有的蝎子都有毒，只不过毒素大小不同。像以色列金蝎，毒性很强，但是剂量太小，所以并不是最危险的蝎子。蝎子的蛰针呢，除了可以杀死难对付的猎物外，还能够用于战术威慑，像南非腹前蝎、墨西哥木蝎之类，会将毒素喷射出1米远。据说生活在斯德雨林的蝎子，甚至会对着自己喷毒液来杀死寄生虫。除此之外，蝎子还拥有强大的须肢，而且是真正的钳子。所以蝎子是有2对钳子的，不同蝎子钳子力量不一样。往高了看，蝎子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能直接武功钳死猎物，连坚固的甲虫也能钳开。比体型最大的食尸蝎蝎有1-2重，长度能达到23厘米。某些蝎子的钳子甚至能合起来当做盾牌来保护自己的头部，虽然它的头和胸已经没有界限了吧。前面的两只钳子能够控制敌人拉开距离，末端的蛰针则可以寻找弱点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能从3个方位攻击敌人，而且还有魔法伤害，再加上厚实的装甲，使得蝎子成为攻守兼备的重型坦克，对于某些小兽来说就是噩梦啊。可以说拥有着蛛形纲里最为强大的等体型单挑能力，但是这种前后都是武器的设计也让蝎子的机动性变得堪忧，毕竟同样的体重留给武器多点，其他方面呢就要少点，所以蝎子的机动性很差，越是威武雄壮的越爬不起来。但也有例外的，比如木蝎，它的机动性就不错。除了机动性，蝎子的感官也非常的有趣。蝎子缺少前两者那样能够直接判断近距离敌人的专用感觉足，但是体表的青毛非常发达，对于敌人的震动极为敏感，具有驱风定位能力，能够准确判断自己在风中的位置，哪怕是小于1度的运动也能被它感知到，即使是近距离的飞行物体也能被一钳封喉。虽然它们是瞎的，扒着眼睛看不到影像，不过蝎子大都昼伏夜出，而且晚上时蝎子的侧眼居然比主眼还要敏感，即使是没有月亮的晚上依旧能和弹道导弹一样根据星光辨别自己的位置。之所以如此神奇，是因为蝎子的眼睛对紫外光非常的敏感，不单是眼睛，蝎子的全身都具有视蛋白，尤其是以尾巴最为敏感，即使眼睛被遮住，被强光照射后依旧能躲避照射，躲到阴影处。而且蝎子的铠甲在紫外光的照射下还能产生荧光，不但坚固还是氪金神器啊。这种光蝎子本身也能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就是帮助它们辨别同类。与之相配套的还有纸装器，对于震动和化学元素极为敏感。这个化学元素嘛，一般都强调一下信息素，它对于公蝎子寻找母蝎子来说太重要了。公蝎子会拉着母蝎子的手来有点恰恰，激发母蝎子的兴趣。如果母蝎子一直都不顺从，没有感觉，公蝎子就给母蝎子来一针，当然是没有危害的。母蝎子对公蝎子起了兴趣，就会同意交配。蛛形纲交配和我们脊椎动物是不一样的，脊椎动物啊就像带链公蛋，能够非常自然的输送生殖细胞，而蛛形纲是带峡公蛋，它们的精子装在茎荚里，再用纸装器扫描地面颗粒大小，然后把茎荚铲在地上，自己扶着母蝎子的身体一点点挪到茎荚上，一次受精呢就能够母蝎子使用好几年。公蝎子交配后可能因为过度虚弱，有1%的几率会自然死亡，听起来死亡率不高啊，但如果放在人身上估计就没几个长寿的了。蝎子对于繁殖呢也是很专心的，他们是卵胎生，能直接产下小蝎子，小蝎子就躲在母蝎子背上寻找庇护，如果雌蝎子受到惊吓，小蝎子从背上掉下来不及时爬上去呢，就可能会被母蝎子吃掉。总体来看，蝎子是一个老派而又稳重的战士，你可以永远相信蝎子。攻击 A， 机动性 C， 感知 B， 毒素 A， 防御 A。 生存方面，蝎子种类多达1700多种，分布广，数量多，且能适应干燥沙漠气候。生存 A，非常恐怖的4A 面板。蔽日目，哎，这一看不是蜘蛛吗？这个叫蔽日蛛，并不是蜘蛛。本来用于辅助祭祀的螯肢，在它身上变得非常巨大，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牙比脑袋都大。这堆巨大的螯肢还是上下排列的，不管是形态还是理念，都和脊椎动物的下巴出奇的一致。毒液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屑于用，只需要点攻击和穿甲就行了。
除此之外，碧日猪身上就没有攻击武器了。猛地一看呢，它居然有十条腿，这是因为碧日猪的须肢不像是蝎子那样长成大钳子的样子，而是朴实无华的棍状。虽然像腿，但这对须肢并不用来移动，而是论触角的感觉器官，还可以用来进食、战斗，用末端的吸盘控制住猎物。甚至碧日的第一对步足也不是很强壮，能够进一步帮助须肢捕猎，就连飞走的昆虫也会被它拽下来。碧日身上的杠毛对空气中的震动极为敏感，最后一对足底部还有球拍一样的感觉器来检测土地的震动，不但能捕杀蜥蜴，甚至小型鸟类也可能会被它捕食，简直就是噩梦啊！碧日猪生活在开阔的荒漠地带，和前面几个传统的伏击猎手不同，碧日猪是主动追击型猎手，奔跑速度极快，一秒钟窜出50厘米，而且能和脊椎动物一样耐力极佳，又名风蝎。甚至碧日猪交配的时候也能奔跑，这是因为碧日猪交配的时候是由螯蛛掉入精荚送入雌性体内的，所以雌性的腹部会翘起来，反正肚子上又没腿，不影响走路，才能开车做爱风铃碗，跑得快，伤害高，手短。看外形也知道这玩意儿没护甲，是个脆皮，这就是纯粹的刺客呀。但是碧日是有额外魔抗的，而且长期的荒漠生活让碧日和蝎子交手比较多，所以碧日碰到蝎子的时候会先攻击蝎子尾巴，废掉他的大招，不然脆皮打发炭是几乎打不过的。与其说碧日是刺客，倒不如说碧日是狂战士，因为碧日新陈代谢极快，饭量很大，脾气非常的暴躁，甚至有点嗜杀成性，还敢于挑战恐怖的蚂蚁。一般的动物对付蚂蚁都是攻击一出，而且武器闭合的缝隙太大，好不容易杀死一个就被一群蚂蚁群殴致死，而碧日移速快，攻击极快，一刀一个，自身覆盖的长毛让蚂蚁难以攀爬，通过走位拉怪屠杀蚂蚁全家，一人灭一国。毕竟毛脸雷公嘴的都不好惹呀，而且碧日杀了蚂蚁根本就不吃，顶多也就占个窝凉快凉快，你这就良心大大的坏了。当然呢，如果遇到高速精英怪翻车的也不是没有，所以碧日的攻击是 A 机动 A 感知 B 毒素 C 防御 B 生存 B 盲蛛目，哎，这一看不是蜘蛛吗？盲蛛和蜘蛛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蜘蛛的身体分为头、胸部和腹部，而盲蛛的身体呢就一个圆疙瘩。盲蛛是一类很特殊的蛛形纲，除了有吃肉的，还有吃树的、吃毛菇的、捡垃圾的，还有吃粑粑的，一看就是铁混子。盲蛛有着人类梦寐以求的又细又长的腿，多达8条，绰号长腿叔叔。尤其以第二对最为修长灵活，是它重要的感觉器官。走路的时候呢，第二对会不停地往前伸，当第二足碰到水后，自己才会喝水。盲蛛没有毒，自己又非常瘦弱，所以很容易遭到攻击。它的防御办法呢，就是自切，自己把自己的手一剁，掉下来的那节就会不停地抽动，最长能抽抽1个小时。而盲蛛的腿断了之后呢，是不能再长出来的，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不过只需要几个小时，盲蛛就能根据算法更新驱动，又能恢复正常走路，再断一个还能正常走，再断一个还能正常走，再多了就不行了。总之一旦盲蛛同时失去了2只第二步足，那整个人就废了。虽然没有毒，但是盲蛛身上是有臭腺的，可以分泌难闻的苯醌和苯酚来恶心掠食者，警告同伴。盲蛛不像其他蛛形纲那样充满攻击性，它们是可以群居的，几万条大长腿交错下垂在一起，猛地一看还以为一团头发，同时味道也更夸张了。盲蛛目也并非都是手无寸铁，像强枝亚目，它们的须肢变得更加强壮，而且充满了尖刺，输出比较高，跟挖掘机似的，有一种科幻感。哎，这不是前苏联镰刀机甲吗？当然长得凶的也不全是强枝亚目，比如这类啊，这钳子就大点离谱。不过这个钳子啊，不是须肢，而是口器螯肢，就一个关节非常的不灵活，根本使不上劲儿。主要作用呢是用来吸引异性和交配。说到交配，盲蛛可比其他动物厉害多了，其他蛛形纲啊连个钉钉都没有，有的把金甲放地上，有的放手上，还有的用嘴叼着。人家盲蛛啊有阴茎，能直接交配，非常的方便。雌性产卵后还有试卵行为，会把产卵的地方弄得很漂亮，跟果盘似的。不但雌性的盲蛛会保护卵，雄性的也会保护卵，一只雄性盲蛛会保护多只雌性的卵，即使这卵和它没有关系，这种无私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所以盲蛛的攻击是 C 机动 B 感官 B 毒素 B 防御 C 减生存 A。 好了，这期视频呢目前就先到这里了。这个视频我大约在今年6月初的时候就计划制作了，我联系到了罗王和虫族组长要了一些素材，找到了 GKA 制作了插画，感谢 Kitty 线提供的 BGM， 全文5474个字，希望大家都能给个善连。大家肯定会好奇我为什么如此看重善连，充电不好吗？这广告大家也都不反对，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按和其他区域一样的价格来，像一些小厂商啊，他们会说，哎呀，预算没这么高，只给了30万粉的预算，你的粉丝太多了。不过我粉丝只有20-30万的时候，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预算。而那些大点的他们会说，我们没有合作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这播放量50万60万很轻松啊。他们会说，哎，我们老板不看播放量高低，只看卖多少下载量多少，我们只能先试验一下。难道其他区不也是第一次接吗？大家都知道我产量本来就不高，如果接广告的话产量会更低了，所以这半年来我从来没有接过一个恰饭视频，饿不死就行了。因为我知道要和其他 UP 一样站着把钱挣了，一要么你扩展到其他领域，二粉丝量达到很高的水平。大家觉得非游戏区的厂商和中介会因为老范姐是游戏区 UP 主而和他讨价还价吗？所以求大家给个三连，他虽然一分钱不加，但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你非常喜欢龙女之声，哎，觉得三连还不够，你可以再加个转发。这期视频呢只是预热，下期视频给大家玩个大的，来讲一讲什么叫做 VEC 的主角面板。我是龙女之声，我们下次再见。